跳袂散。两个人难相偎，两只手单单牵出一条红线。咱心跳同天破，眼神相对看，愈跳愈远。茫茫茫茫茫月一半，醉醉醉醉醉。你甲我一步一步一步踏入，踏入你我的心肝。你你你你温柔的陪伴，害我不知要安怎。最深的探戈，爱你的心声。茫茫茫月稀一半，醉醉醉醉醉。一步一步一步踏入，踏入你我的心肝。你你你你温柔的陪伴，害我不知要安怎。最深的探戈，爱你的心声。妈，你放心啦，我无接受阿公的提议。阿健啊，啊恁阿公三番两次一直提议，你要拒绝嘛有困难。我嘛应该想看卖，再过几年啊，得甲事业交你甲建英啦。阿弟啊，建英，哎，即摆有心，唔代较欢喜个，卖咧由头甲面。你是有啥物代志无欢喜，有啥物需要？建英。心情哦，放较轻松啦，莫想伤济啊。你即嘛有心无？啊，因为荷尔蒙改变，所以你会较敏感嘛，情绪嘛较无稳定啦。你会当加看一寡哦，啊轻松好笑的电影，或者是书啦，嘛会当听一寡快乐的音乐，应该拢有帮助。安尼哦，好啊，那我小弟马上上网找笑话，我逐天哦讲笑话一直听，会随时笑眯眯。哎，囡仔生下来哦，好笑死啦！啊，对啊，瑞凤，爸爸原来真爱听笑话啦，所以哦，你加一寡笑话啊，分享给我，有时阵啊，我嘛爱讲给仁凤听。哦，瑞凤是也真听无，建议你就很好嘞。啊，瑞凤，我甲恁仁凤阿姨还阁有代志啊，啊，无阮先来去，阿姨，莫让建议伤忝，我较早转去睏。好，爸，阿姨再见。爸，阿姨再见。来，爸，志远，我先来。妈，我也是买灯去休困啦。等等，建英，你这妈妈算是高龄产妇啊，爱做羊毛穿刺呢。啊，是搞你是煞做一个检验，确定这个囡仔到底是谁的。你莫怪阿姨伤过厚的，你若做检验，啊，确定这个囡仔是啥物人的，你嘛免遮尔烦恼啊。啊，无会拖愈久是对你愈不利哦。你若伤大才来做手术，安尼就莫。啊，多谢你，我真确定，你若是我的，无煞做检验，你免添烦恼。建英。阿姨讲话是较无好听啦，啊，毋过拢是实在话。假使你对这个囡仔是不是爸爸有任何疑问，你都应该查清楚啊。假使讲这个囡仔真正是张明杰，你得赶紧处理，安尼才成事，较免以后全事毁了了呢。别行莫讲啦，你想看卖？这个囡仔若大汉了，看到瑞峰甲明杰，应该会错乱，应该会受到伤害，这团嘴敢会听见？妈，你是要讲几遍啊？囡仔是我的，无需要做任何检验。电话录像是你的，这我真清楚啦。啊，不过若讲到迄个呢，瑞凤，妈妈真正无希望你因为爱建议，你就感情用事，做人的变老爸。将来这囡仔若大汉了，伊同款会怨你，你同款搞歹一张卡。卡数个囡仔搞遮尼歹代志。咱感恩，
将来我有啊，是我应该。妈，你莫家己想家己对，我有家己想法，而且我已经想得真清楚啊。叶子，你听嘛，来来等。煞一点仔幸福感觉都无，颠倒安尼由头甲尾，你忍得嘛怪怪。瑞丰甲建就无简单才结婚，即马阁有囡仔，伊嘛拢无替因欢喜。我看建英巴肚内这个囡仔，真有可能是张明杰。妈，妈，你在想啥物？妈，妈，哦，你是来创啥啦？我咧想代志，话这大声，害我吵一下。啊，你跟我走去倒？你朋友话啥物啊？妈，你袂记啊是？这都是阮大家顶摆摕来的保佑啊，要让我较有心的。阿姨讲。我袂当连有心弄死我金姐，啊！我头拄啊，都摕去楼骹的厨房，甲停好烧。真正是够歹脾的，查某人是安怎爱这样辛苦啊？真正足无公平的。子瑜，恁大家嘛是为你好啊。一个家庭都要有囡仔，安尼毋才有生活证。搁再讲，你遐尼爱明姐，你着赶紧生一个，安尼对你嘛较好。嗯，我知影啦。我嘛无想要让明姐怀疑讲，建英姐巴肚内底囡仔有可能是伊的。也不过我嘛真烦恼，因为顶摆我落体了，恐惊以后无遐尼简单就当有心啊。妈，我的压力真正足大个呢。戆囡仔，你个只少年，哪有可能袂醒？嗯，好啦，紧紧，等小姐，乖啦，紧紧。最近为着处理俊英的代志，已经有够烦。想袂到，今麦阁因为建英巴肚内囡仔，让人阁较烦恼。瑞丰一定唔讲实话，安尼我到底会当阁找谁问？真好，你这个处理了真好，我真满意。那安尼扫落来，咱就是怎啊先卖联络，哦，等一切都无问题了后，看哪只讲。好，就安尼好，多谢你啊。瑞士账户的钱已经入来一几个人头账户内面啊，我的资金到位，所以你智慧型手表订单又可以当继续进行啊。总裁。这我的厨房，你要入来正经，是毋是甲曲折门？啊！啊！你话来来话走走，你也做领导走开唔？总裁，您那条先把迄个专利卖掉，啊，甲剩一个空甲公司咧卖海元凯，你安尼海元凯受到真大个打击呢？你即个安尼做，真正足过分的啦！我过分。你这个亲生后生，当我昏迷不醒的时阵，把我收为一切，把我英雄集团规赶走，安尼有过分无？啊？对啦，这间是空壳公司啦，啊，不过我刚刚摕30%转来尔呢，我算真有良心啊呢。人讲上场如战场，
仗一次当，学一次乖。伊即个互我骗了，后摆就袂叫骗去啊啦。看有无？我咧教伊啦。总裁，阿母你那着安尼啦，你嘛少给伊一个机会咧。我即马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咧甲教你，敢看？我话你教教，我即面该安怎做？啊？我唔对，过去我犯真侪错误的观念，过去我教，单做生意为着要达成目的，乃不择手段。啊，这敢对？这唔对嘛，是上尾报应在咱家己身上嘛。所以我即摆拼性命要甲诱导转来，啊，结果呢，伊不受教嘛，愈行愈偏，愈来愈粗残。啊，你想要叫我变喏？我换你来教，啊，你甲我讲。啊！我即摆应该安怎做才对啊？你讲啊！总裁，我是安尼在想啦。你敢会当你的智慧型手表哦，先甲咱推出俩，你敢好？你先甲袁凯喘一口气嘛。啊，等候伊若准备好会当上市啊，你敢来推出你的智慧型手表？爱算讲你的手势都有牙关啊，给一次机会啦，好不好？拜托你啦。无可能。我刚才讲得足清楚，这个囡仔吼，即马一定要赶紧哦，把伊找倒转来，一定要对天堂，给幼儿园个，伊才彻底觉醒啊！所以即马，我就要冲加伊，凄惨落魄，一无所有，伊才会当完全静落来，才会当珍惜讲所有一切，才会知影讲咱所有人拢在甲斗相共咧救伊啦，知影无？总裁，莫阁讲啊！安那，你是讲哈，我拢完全无甲当作后生来对待哦。我想知你毋是无啊？朱胜武，你对我身躯比三十几年，你非常清楚我罗国雄是甚物款人，我是甚物款个性。我若无甲当作家己亲生后生，我若无带念这三十几年爸仔情，伊反袂我咧，伊阁创个话嘛死。我敢会予伊活到今嘛？喂，啊，我智慧型手表第二批样品出来，好，我即马过验收哦。怪我，我的智慧型手表，我的原型品，去予猫咪人收了了啊，啊，不歹势，我第二。批用品已经出来啊！啊，罗英凯，伊科技手表物件是咩多？连一个影都无看的嘛！啊，你够正经咧做生意啊？就个假的啦！高雄伊伫瑞士银行户头，应该是伊最后一部机啊。去经营会计事务所，查清楚伊的户头。是。爸。你对罗国雄遐尼久啊，应该对瑞士银行的户头真了解啦吼。我咧等你当时要对我坦白，安怎？怕啥要讲啊？好啦，啊，伊今摆哪会向向想要问这件代志啊？因为我知影迄个银行的户头是一个金库，进前我汇过一笔钱，也毋过。户头的资料我已经放袂记哩啊！迄当阵你是伊的店主，你应该真清楚啦。啊，这件代志真正无啥物清楚呢。啊，而且总裁伊嘛咪啥物代志拢会我知影的啊。先讲实在，当你知影迄个户头是要创啊，啊，就算讲起来你查出来，钱嘛袂变作是你的。就算讲迄个户头内底钱我用袂着，老高雄嘛免想着用。
我就是要让检调单位知影，伊是安怎洗钱，查到伊袂顶袂当。想叫伊安尼对付我，我嘛袂予伊个智慧手表顺利就绪。袁凯，虽然讲我的心内真正真不甘你，不过我真正希望你会当想看卖啊。你是老高雄一手把你带大汉的呢。而且那是你先对不起人的，而且一切我若敢当到这为止就好，莫管你想胖想胖要对付伊啦，好不好？你话讲到这为止，敢会用？你足啰嗦的呢！你若要跟我斗相共，你即摆就跟我去查迄个户头；你若无要跟我斗相共，你就跟我点去。莫甲我讲遐废话，浪费我的时间。总裁，安娜，收到迄个银行户头的代志啊？无啦，先办代志啊。对了，袁凯，阿你嘛紧把握时间嘞，阿家你迄个科技表准备好势啊，看卖是毋是会当抢一波来上市啊？唔爱生过囝的人，永远都无法度通体会做妈妈怀胎十个月偌辛苦。所以我替伊把公文送过来，你得要去走一撮。来，多谢。静，你是我的新妇，照你讲，我这做大家应该替你保身体安泰。啊，不过你巴肚内这个囡仔。那不是瑞丰的，你可能想要利用这个囡仔来得到我的同情，安尼就是你唔对啊。这件代志我已经解释过啊，囡仔是我甲瑞丰的，请你莫有别人用。你即摆有心两个月，迄时阵你根本也袂甲瑞丰做伙，你阁想要骗？常常灌这煲汤来给伊，所以嘛无一定讲会乖乖的饮落去。我搁为着阮长甲唐总接载的代志，用灌的嘛硬叫伊饮落。这囡仔是张明杰的吧？囡仔是啥的，我想清楚。瑞丰嘛已经解释过啊，敢毋是？阿姨安尼一直问，到底是想要创啥？我安那想，这个囡仔无可能是瑞丰的。其他代志我也袂跟你计较，啊，不过我是绝对无可能让瑞丰戆戆去替人饲囝。你想到较地角的，建议把囡仔给掉。阿姨，你嘛是人的妈妈，你嘛捌经过失去囡仔的痛苦，我相信你应该会当体谅我的心情。是安那，你今嘛搁安尼一直逼问我，安尼敢袂伤过自私啊？自私的就是。你是凭什么叫瑞丰饲你甲别人生囡仔？而且这个囡仔亲生爸爸，阁是冤外婿。你爱叫瑞丰以后伫咧业界是要哪做人，出去要哪甲人徛起？静怡，你若真正爱瑞丰，你就应该紧去把囡仔嫁掉。你不应该利用伊对你的爱，你想要安怎就安怎。秦母，伊即马讲这话什么意思？敢讲？见面巴肚内的囡仔是阮明杰的。你敢会讲我的小妹？你想做你阿爹干嘛？见面阿姐？你把囡仔嫁掉，大家都免咧提心吊胆，
恁会当幸福过日子，我嘛替恁感觉欢喜。啊，恁毋是两全其美，你是安怎拢想袂通啊？晴。建明哦，是家己咧害恁啊！若这么生落来，嘛是建明家己咧饲的。你莫在遐吼，家己想家己着，管遐尼啊多好。亲，我即摆是咧处理我家内事，甲你无关系，请你莫插嘴。哼，是安怎样无关系咧？你着遐讲我苦度恁之云，啊你咧？你甲建明大细声，迄落准拄煞。你做人打假的人呢？是安怎叫媳妇把囡仔提掉？你敢会真无天良呢？哈！建明，早若要知安尼生吼，我应该来坚持讲，予你住伫明姐身躯边，嘛免讲即摆吼，受即款欠脚大家来咧欺负，啊我咧，嘛免讲哦，逐工。予迄资源咧歹心物来甲我糟蹋，若讲到伊两个母仔囝，拢共我足歹失着的。你俩总爱甲你做亲戚，好啊。既然你即摆才后悔，安尼我叫阮资源先甲恁张明姐离婚。啊，毋过我保证，若无阮业界第一，恁后生免偌久，伊的事业着崩盘，恁着准备去路边共分啊。放心啦，我若伫路边拄着恁。我嘛会加减是写一寡予恁的。你敢就差阮明姐？你是真可恶的你！我毋是就差伊，是恁家天生就是食软饭的输啦。我替伊收偌济尾，你敢有算过？啊？我给你保证啊，恁张明姐离开阮之云，伊即世人拢免想要有出头。你点去？你敢是看阮明姐遐尼啊无？你是足可恶的。阮面前不管是好是歹，无需要你来批评伊。我今日一定要好好来教训你。啊！你有要紧无？你吼，唔通掠做一件事情，我去替你哈？我警告你哦，你若是搁再继续欺负阮面前，还是讲叫正英哦，把阮面前骨拢摕去杀，我这条人命绝对赔你。阿母。请你真正莫误会啦，这个囡仔是我甲瑞峰的，甲明姐一点关系拢无，免听人安尼讲啦。无嘛，建明，头拄只我就听到讲，你巴肚内这个囡仔是阮张家骨肉啊，啊那无，这个好爸母，哪会讲叫家囡仔提掉嘞哈？拄只是阮阿姨误会啊，这个囡仔确实是我甲瑞峰的，所以。拜托恁以后莫再来教育阮啦。好啦，我知影。啊，无以后，只要好爸母若搁找恁麻烦，你甲我讲，我随时甲伊斗三工吼。阿姆，你应该是来找资源的吼。行啦，我送你去哩。仁德，咱等下就约伫个巷仔口迄间金马店见面。我看一下，等下你咪过去，哈。你甲瑞芳聊聊，恁三个都要相约诶。甲瑞芳、甲静这囡仔，若明年出世，讲起来都要相约哦。真正甲咱有缘诶，注定是恁多家子孙。有影哦，你无讲我拢无注意着。讲唔对啦，确实是真拄好。
啊，对啦，麦讲，你昨毋是也毋肯相信讲这伊巴肚内迄个囡仔是瑞丰的，啊是安怎才食安尼时间的？你今仔日就无去相信啊？我哪有毋相信？我是因为恁超工冤枉我，害我伫阮大官面头前无面子，我毋才会见小东生气。真正毋知瑞丰这个囡仔到底是咧安怎？ 是我这妈妈上过失败啊，还是还佮咧怨妇，我进前所做的代志，所以才会超工唔敢讲。你免想遐济啦，我相信瑞丰啊，一定毋是超过我甲你讲，只是还袂肯讲互你知影。好啦，我知啦。来，继续算，你看到底倒一个较有分量，才会当表示我对这个囡仔的关心。你决定就好啊，我拢无意见。 小姐，麻烦借给我包起来。好，麻烦你哦，谢谢。小等我一下。杜仁德，我才看你外阿姨，我一定会逼到你忍袂住，把事实拢讲出来。这礼物咯，咱这买些船才送给你。 安尼买当表示讲，我真正足希望看到这个孙，嘛表示我对这个孙的重视。真的？到底是安怎哈、啊？叫你陪我买礼物送给孙，你一点仔欢喜的感觉都无？阿哥，建英嘛完全无迄个做妈妈欢喜的感觉呢。你安尼是足奇怪的。若不是瑞丰一直跟我讲，这个囡仔是伊的。 我是无可能相信你，知无？你是安怎唔讲话？敢讲叫我摇着啊？哎，阿瑞峰拢已经安尼讲啊，你是爱我搁甲你讲啥？讲老实话啊！搁再讲，我是瑞峰的妈妈呢，我敢有可能会害伊？你若真正知影啥物，你一定要老实甲我讲。 你应该嘛知影，业界关系足复杂，我若无事先做提防，那事搞代志会变啊足麻烦的咧。啊，杜师傅，我一定要顾虑着伊。我相信你嘛无希望看到这份书的伤害啊。不对，确实有理有据，今天巴肚内面迄个囡仔，不是瑞丰的。 不是瑞丰的，安尼这个囡仔的爸爸，你就是张明杰啊？你到底是安怎啦？现在瑞丰糊涂，你嘛对你糊涂，你敢有想过，万一到一天张明杰发现这个囡仔是伊的，安尼子云的婚姻都破碎去啊？到时阵，莫讲是阮爸，还佫有外口人伊安怎想？该苦劝的话，我早就讲。 我甚至嘛讲，瑞丰若坚持安尼做，有可能伤害到子云。啊，不过伊同款要安尼做，我已经讲啥？我只好接受啊。其实我认真想过啊，既然瑞丰这么坚持，只要咱拢莫讲，反正因四个人的关系袂这么复杂，而且嘛会当让这个囡仔有一个较好的成长空间。算我拜托，这件代志莫讲出口。 我当然袂讲出去，讲出去对我是咩好处？万一张明姐因为咧放生子云，爱对子云的伤害毋是愈加深？应该是袂啦。讲实在，其实我也甲这件代志讲互你知影，是我认为，事先互你知影这个事实，你应该会体谅，会先好啊保护子云，袂互子云受伤害。无论安怎，为着子云，我一定爱斩断建英甲明姐。 毋知影美凤即摆心内咧想啥？是讲唔讲安怎？伊拢是瑞凤的妈妈，应该袂做出伤害瑞凤的代志才对。妈，你知影什么代志啊？我听到一个真不好的消息，因为建英有心，所以若讲即摆决定要由亚洲集团跟瑞凤的这家集团合作。这是真的？
啊，杜立峰正经就是讲过啊，伊绝对袂差少叶家树啊。啊，那这样紧就反悔。伊是安尼讲过嘛，对啊。啊，不过你若讲话坚持要安尼做，伊敢发多少股债？你若讲本来就一直希望叶家当赶紧开机算了，家树叶家话后一代，啊，即马建英有生命，伊就随找瑞峰讲合作，这已经真明显了呢。所以，马丽的意思是讲，阿公想要大帮人加班去吧。 你若讲本来就较为大鹏迄边啦，伊先安插话无，你咪再严格咧。即马建英有心，伊当然会甲公明正大甲事业甲好瑞丰。我看你嘛，规个亚洲集团都拢互大鹏捧起，你啊，哪有心理准备？真难啊！啊，成功拍拼这么久啊，啊最后，还是互大鹏人一边啊，啊规个捧起来，即个贵啊，本来就难个。 刚刚你愿意，叫你认输，啊，真正无任何办法是无。办法嘛是无啦，只是我咧考虑干咩安尼做。妈，是先办啦，你甲我讲，只要会当哦，卖互大鹏一平，我啥物拢做会到。既然因为建英有心，你若讲就甲苏家办好伊，安尼，咱就只好对建英下下手啊。 你意思是讲，这个囡仔，妈，这个囡仔是瑞凤囡仔，嘛是你的孙呢？你哪想要安尼做啊？就是安尼，我唔才为难，我才痛苦啊！这个囡仔是坏事，啊，不过至于是我的查囡。 敢讲我为着要生全瑞峰，目睭金看我伫个查囡受苦，你讲人无对，我予大鹏欺负遮济年，假使连我辛苦拍拼的事业嘛，叫人笑去，我一定会搁较唔甘愿的。你若讲本来较想大鹏迄边，瑞峰若失去这个囡仔，赶快会当过好日子，甚至搁生一个嘛无问题啊。啊，不过你甲志远都无同款。 万一若去予大鹏迄边踢死，正义一定会报复咱。安尼你着去予赶出去，至于是要安怎，我真正毋知我到底应该安怎做才对。想袂到于美凤为着救生存，恁家己个孙仔拢会当牺牲，伊真正袂晓想个，生我搁较恶斗。做啥个啊？我伫即马，我计只剩大鹏手足悬来较要紧啊。只好啊，先下手为强啊。 爸，我当体会你为难啊，啊不过你讲了唔对啊，两害相权取其轻，今嘛我敢那会当安尼做啊？真无聊，拢住伊家，会点，较要紧啊。明姐，安尼即阵代志拜托你，啊不过这边你一定爱千万爱细意，免得我出任何差错。 我知啊，爸，我先来接伯爷。张明姐，那医生你甲叶建英的囡仔会当换来阮二房后半世人荣华富贵，安尼嘛算是皆得啦，你得莫怨叹啊。 对吧？
除了瑞士的核桃，还有台湾的人头核桃，这个东西绝对不能让袁凯看到。先收了再去讲。袁凯，你来伫遮？因为你之前的表情已经将你家己出卖啊，我就知影你一定为何落故乡，替伊把资料处理掉。我只要对着你后壁，我就会当摕到我要滴的物件。刷掉烟花，刷掉烟花，爸。放心啦，我就干那看一下，我袂对安怎啊？袁凯，我即马警告你，你千万唔通把你的脑筋去动着总裁的海外户头，啊无即马来去提起总裁。你就算知影这个法律对你来讲嘛无什么路用啊！我即马跟你讲哦，后摆什么代志我拢袂跟你斗相共。起来，爸，我是你的亲生后生呢，你啥拢跟外人斗相共，唔跟我斗相共？你明明知影。最近路过的乡下，母啊偌凄惨，伊爱我死。敢讲你嘛爱目睭金金看我倒落去？总裁伊的个性我真了解。伊卡输那是为爱你的命，你根本就无可能在这世间啊！你敢袂知影？哼！伊即马是希望你会当浪子回头，会当改过自新，爱你听有无？我根本就无做唔对，今仔造成这款的局面，迄拢是恁逼的。这摆是我舞蹈落高雄上好的机会，我绝对袂放弃。你，对，总裁讲了正对，你就是还无够凄惨落魄，所以还佫唔知影爱反悔。好，我今仔就来去甲总裁报告，后摆我也无可能甲伊斗相共。好了，好了，我甲小雕，安尼总会用的。你看啊，看清楚，我要你甲小雕啊。小雕，好啦，当作啥物代志拢无发生啊。今日经理回家，然后总裁发现啦，进来去。刚才我反应紧，偷偷将纸条换掉。我要用这个海外户头的资料，毁掉罗国雄对柯展宇的心理。等罗国雄检调单位低调的时阵，我就会当甲伊好好啊讲生理。即摆离初选哦，出没两天啦，我的民调煞一直升袂起来。我看哦，搁安尼落去，我伫初选就输掉。啊。若讲到这选举吼，唔着爱先问我这个老先生才对。人伫讲哦，选举无师傅，用钱买就有。只要迄银弹吼甲落落去，敢惊选袂掉？这我当然嘛知影，啊，不过我即摆抓血栓抓到真严呢，我是惊食紧弄破碗。哦哟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唔着爱冲爱拼才会成功。啊，参照你安尼啦，第惊四房惊八，惊惊都袂着顶啦，归去卖选啦。欸你无想看卖啊？即届选举，你连海顿集团遐股份拢套当个行人啊呢？啊，你即马着放弃？啊，是搞啥物拢拢输咯？是啊，你为着选举哦，投遐尼侪钱，哪会当即马着放弃啊？你即马哦，干来会当想一件代志，就是无论安怎，你一定爱选条市长，然后啊，把遐个钱全部连本带利收回来。啊，好啦好啦。我再想看卖，要安怎做吼较保险啦。
时间差不多啊，我要来拜访。水玲，哥哥拜你。哎，国七吧，你是什么时阵讲学爷安尼真可爱哈？你无看到恁主人规个安那意志消沉呢？啊，我看吼，伊即个若是要选会着吼，阿婆我生囝会真拼。 哎，吴贵芳，啊，伊拄则毋是讲只用钱，共遐个条仔卡顾好着，安尼就无问题。是啊，你啊，毋过你拄仔看伊迄落去，我要惊死呢，伊敢敢做？那我咧讲吼，即马水已经淹到鼻腔，也阁毋知影通紧张啦。啊，等下淹到头壳顶吼，吼，莫讲是我啦，就算讲你请大罗先生来吼，嘛无在落当球。 哦，歹势，我想想煞袂记哦，迄几只嘛，大干那安尼一点点啊尔，啊，都想想想着讲哦，我讲要要点头，怎会时间到啊啦？是讲哦，你若有闲哦，好好甲恁安娜当好劝一下，我先来走吼。蒋介总控。 就这状况，赵胜利用柯展玉来拖到金配方的选情，孙建廷的选情嘛是同款，就危险的。乖，想其他的办法。嗯，阿姨，我看孙建廷哦，已经走，刚刚就无闲，赶快。哎，咱来去踅街。哎，对啊，小爱。嗯，我会记男朋友是佚佗人对无？ 对啊，安怎？安尼真好，你替我甲你男朋友联络一下，我要请伊甲金配方拍一下招呼，然后给金配方平安蒙蒙的乖乖退散。 哦。杨玲啊，那你讲巴肚来一天，看也巴肚来一个月，即马当护士不是无偌久吼，啊，你着爱会记注意保胎哦。 我知影妈，我是新的。那你定知影讲吼，迄心情吼，较会影响到宝宝。你也会记，你巴肚内这个囡仔是甲瑞芳的，知无？头家，麻烦你甲我听两听，安胎保身体药啊。江玉哦，你知影即马爱保身体啊？ 小姐哈，阿哥，你给我出一下药料，我来甲阮媳妇做起来。建明啊，啊，你是咧烦恼啥啦？啊，赵美凤阿姨啊，伊已经开始怀疑这个囡仔是张明杰，而且佮你爸我家囡仔摕着。还佮有张明杰妈妈嘛，知影我有事。啥？连你也知影哦？ 这个人哦，话拢拖喺乌白讲，啊，若让伊知影哦，就真歹处理啊。头家，我想要头前买一仔物件，啊，连买过来提吼。好。啊，不要紧啦。 你先莫烦恼，只要我无爱承认，伊嘛无法度啊。好啊，小姐，拢弄清理啊。多谢你，头家等者。 可能呢，我头拄也无下这个啊。这红花吃到会落体呢，敢会是拄只那位太太讲的？
想要走啊紧啦！哇，真正有够低落的，啊，这么简单的代志也办不好势。跟我进走，我是要创啥？真好拍算，后摆要好好拄着啊！你柯仔的代志吼，即马进度是到哪位啊？报告长，还搁咧调查。咱好假设出来，去到我上遐吼做卧底，替咱调查涉及的代志。这是你建议的呢？即马呢？一点进度都无。迄顶头吼，我压力是足大个。我看鬼去啦！叫咱的调查员哦，去阿只卧底就好啊。咱唔免拍折嘛。对，真紧哦，得找到线索，我拜托你，搁花一点仔时间好无？三工，这是我上海底汉啦。我真正哦，无得通搁等啦。简直，这个代志哦，那是别看。你甲我拢足歹看，好，多谢张诶，我会赶紧找到罗家祥设计的证据。三天的时间啊！这段时间来，若是搁找无罗高雄设计的证据，你真正就等于干嘛来底啊？陈月，我拄只接了线报，讲罗高雄伊即马无伫厝，就是即马，你趁这个机会去因家找到伊设计的证据。我知影罗高雄对你厝内底的人拢真好，啊，不过伊犯罪是事实，而且佩佩搁咧代言是，因为偏偏你甲伊的婚礼，你敢忍心会安尼一直等落去？好啦，我知影，我一定会找出罗高雄犯罪证据。是顾的亲生老爸，对阮一家人有情阁有义，阁对我这么信任，我哪会当心肝这么凶去检举伊，害伊去坐监？柯展玉一定是来找罗国雄伫瑞士账户的资料，你这么想要找到罗国雄洗钱的证据？我来跟你斗三工。
老高雄，你遐尼爱讲正义，我就予你试一下，予你上信任的人反背滋味。喂，建志，我甲你讲，我头拄啊做到一张利票，这顶款收下的号码，真有可能就是罗高雄海外账户。我头拄啊已经甲利票翕上头里啊，要唔过这利票刚才一半，我会阁继续随看卖看什么其他的线索。好，就是安尼，我再甲你联络。摕到纸条的后半部，请到美丽华的工地去做。头端迄半张字条是有人挑工留下的，嘛就是讲，我头端行动录已经予迄个人知影，住伫迄间厝的人嘛无几个，会挑工安尼做的，一定是罗元凯。伊挑工叫我去工地，一定是安怎？要唔过为着平平，都算危险，我嘛爱去。刚是离掉另外一半，罗元凯，是你挑工甲离掉坑爹走廊，我发现的，对。柯佳玉，阮爸对你也袂歹，嘛替恁某整配方光桥，结果你煞用望阮陪伊来对付伊，安尼敢对？恁拢讲我不好，啊你嘛同款啊，唔通安尼啦，久笑鼻无尾。你骗我来遮，到底有啥物目的？当然嘛是要让阮爸知影。你就是伊身躯边的内脏。阮爸若是知影，伊所信任的人，拢一个啊一个啊反背伊，一定会对心肝对到吐。我甲咱想着，感觉就好笑。爸，你哪敖选朋友？你选着谁，谁就要甲你嫁。你哪搞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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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，你放心，这个数位时代，要有人去扣抓条啊！你放心，我已经给捡到来。这么久，等到罗高雄来，就唔知影你敢有迄个命会当看会到啊？去给我，有炸掉你就来提。呀！加加！
客人耶，阮爸偌信任你，结果你也是反背。你别继续讲我唔知影，你的接近伊就是有企图，就是要出卖伊的，换来你的自由，知道无？你有啥物资格讲我不好？你嘛是搞到我不忠不义，你嘛搞到我只是利用伊，我讲你听无？ 小蔡，爸，我跟你讲一个好消息，那就是。放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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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暂时无要紧，即马当然休困，等伊醒来，袂当离开啊。多谢。罗国雄，你无代志，我都放心啊。是嘞啦，我嘛无想要害你，我真正是有苦衷的。 真正是海外政府资料，而且还有台湾的认同账户。只要有这个证据，我就免登去坐车。我若是无顺利选掉，我还佫较无用呢。哦，那安尼，我就爱做你联系消息的专属看护，把咱的金市长个性体。哦，啊，你的意思是，你敢要求婚哦？既然唔敢登去坐车。 我就会当重新娶皮皮做某，永远拢袂分开啊！大家，后悔，后悔啊！三分，敢讲？ 真正爱甲政府交出去，安尼毋着等于是罗国雄去替我坐车，伊才是心灵话，搁救我的命，我咪才会当温中修补。是发生啥物代志啊？罗国雄来受伤？是安尼啦，我伫对查罗国雄海外政府资料时阵。 假如因家己出个冲突，阿姨出手阻挡，煞无说你为送了包落去，就变做安尼啊。也毋过好佳哉，医生讲，伊毋是真要紧，等伊醒来都无问题啊。好啦，有代志就好啊。毋过在于啊，你传我迄个证据干那一半啦，啊另外一半你倒位啊？你敢有退掉？啊，敢有法度证明是海外账户的资料？歹势啊！啊，我要被找到，路过向就变作安尼啊，另外一半嘛，不知道拉在倒位去。哎呀，干那一半是要哪查？
而且时间无多啊，到时阵你是要安怎？时到时当当，随缘啦。叶子啊，好佳哉平安无代志，不过现做人做这种代志啦，真正我苦。我根本就无熟悉迄个人，我伫想，一定是有人叫伊安尼做诶。啊，无敢会是，是美凤叫人做诶？伊一直拢伫怀疑讲，这巴肚内个囡仔是敏捷，爱惊讲吼。这个囡仔会去影响到子怡甲明姐的感情，所以叫人安尼做的啊。对，一定是安尼啦。讲到这个美凤，我大房的代志，伊大行拢要管啦，真是搞我吃狗狗。我吼，一个来去找伊算账。妈，咱无亲无故，嘛袂用怪阿姨啊。搁再讲，阿姨。伊嘛还无确定这个囡仔是张明杰，应该袂遮尼凶去做出这款代志。希望真正不是阿姨做的，也若无，伊安尼无分是非就乌白来，就真正受过分啊。美凤应该是为我才确定这因巴肚里面的囡仔是张明杰，所以才跳过伊叫人去设计这。美凤。就算讲你要保护子瑜，你嘛不应该心肝这么凶，竟然连还未出世的囡仔都唔放伊煞。爸，爸敢安尼做？哦，应该是袂啦。啊，你妈妈的个性是较爱掌权尔，哪有可能超过家人去伤害这囡仔？啊，我咧想，可能是迄个太太伊家己心理有淡薄仔问题。啊，即摆社会这么乱。啊，这因算是歹运去拄着，这嘛无法度。上好是像你讲的啦，真是毋是美凤做的啦。啊，若无吼，我对伊着足切心的。唉，好佳哉啦，这因甲巴肚内面囡仔拢平安无代志。按我咧想，这应该嘛去惊着啊，我啊休困者。啊，对啦，瑞凤。我想要买一挂营养品给静英吃，啊，无你到我斗阵去，你等我甲我讲哦，静英爱吃啥，啥物件会用吃，啥物件袂用吃。哦，好啊。啊，妈，叶子麻烦你照顾，我甲阮爸真紧就转来。好。叶子，好好休困哦。爸，你叫我出来，是不是有话要甲我讲啊？嗯，瑞芳，是的。其实你妈妈今仔有来找我求情，已经确定，前巴肚内面迄个囡仔不是你的啦。当时我嘛无想伤济啦，我只想讲甲我心内想法讲给伊听。啊，不过我今仔想想啦，我感觉这件代志嘛是应该让伊知影。安尼，你妈妈啦提起这件代志的时阵哦，你也知影应该安怎讲较好啦。真正是卖计算去做的。哎呀，爸，妈的故事你毋是毋知影，你哪敢讲这件代志啊？假使有人影响资源家庭，伊一定会有动作的。以后麻烦一定愈来愈多，我甲叶子是袂使安心过日子啊。好啦，瑞芳，你先莫这么紧就安尼认定好无？你妈妈是知影这个囡仔真正的身世无唔对，啊，不过无表示讲一定是叫人去伤害这个囡仔。我咧想啊，伊家己嘛有囡仔，家己嘛做妈妈，应该无可能心肝这么凶，真正去伤害这个，还佫伊个囡仔。除了伊，还佫有啥？无奈无力无钱，将你叶子搬倒来囡仔，去做这种代志。爸，你免听妈讲话啊，我连找到证据。我妈不会讲，而且我嘛警告伊，可是以后继续咧学袂落，就莫怪我，我带来母仔囝结婚。
才疼。若是赶紧啊，去病院检查就好啊。哦，啊不过你走路哦，你这么疼，我还是慢慢走好啊。哦，啊拄才静音哦，啊十点了，喉咙都快聋掉啊，啊下一个敢真厉害呢。啊唔知影，你拄只又一个欧巴桑，敢看到我？喂，妈，有啥物代志啊？你即摆人伫咧倒？俊英呢？你到底是有留伫咧白总甲人顾好无？无啦，啊，我身体无爽快啊，我想讲哦，啊去病院检查一下，啊俊英咧困啦，白总哦，毛锁起来，伊袂回走啊。你真正是袂交代的呢？俊英一丛遐大丛，伊当作还阁是红婴啊，啊困醒就倒踮遐袂乌白走。张姐，我叫你甲人顾好。你人煞放个做你出去？万一出什么差错，你嘛免看医生啊，直接让抓去关，甲死较紧啊！妈，我身体无爽快，去病院检查一下嘛袂用哦。你阿规工哦，甲俊英顾着的。迄是凊彩一个细汉拢会当做的代志，公公，你把我当作细汉的哦？当然嘛，唔是，你是比细汉较低咯。这款代志当然是愈少人知影愈好呢。搁再讲，这是你家己惹出来的哦。你唔想办法解决，爱我替你收尾，你即摆竟然搁跟我大细声！张明杰，我警告你哦，你若给我逼到无法当忍的时阵，所有人是你家己。我即摆是过看俊英那个弟，你想要紧给我等来，那无那出什么代志，我得爱你负责。金妈，你都对我安怎？你若是唔敢自己立功哦，做你来。啊，规工哦，啊对我大细声，我计划落来，啊中午哦，做只情。我真要冻掉啊！哎，顾老板，有啥物代志啊？啊？你个通路上的欢迎有问题啊？哦，我马上转去办公室啊，跟你讨论这件代志，看要安怎处理啊？好，好，拜拜。等下我来看医生好啊，袂得啊，关灯就袂疼，今摆趁一卡较紧啊，看是毋是会当，我给你去缝，要搁看伊个面是骨折啊。这泡面定是要吃啊？做地者，因根本都唔是我亲人，是咧骗我的。不行的，我一定要想办法出去。越来越超过啊！
我叫伊甲叶俊英告好，伊唔但唔听我的，佮甲我硬吹硬挤。伊到底想把我这顶门囥在干内无？妈，阿姨最近嘛有真侪代志要烦恼，压力嘛真大，你就莫甲伊计较啦。我也要靠伊啊，不如靠我家己啊。我看我是过来一撮，看一下较放心。我是抓到一挂假的俊英啦。啊对了，俊英，你提醒明姐，你代志办煞紧过来哈。我知啦，我等下就打电话甲伊讲。过一间婴儿用品店啊，看到你拍折，所以我替囡仔买一挂衫。啊，宝宝，奈哭到安尼啦，是毋是看病啊？我毋知啊，是安那一直在哭，所以才想讲要带伊看医生啊。那你紧，我带你去啦。这张明杰小狗害，计过一个人也过袂好势。走走去，应该走无远才对。我等下找到伊才行。贵呢？啊，是安怎呀？嗯，这是阮后生啊。嗯，啊，前一阵我走来遮佚佗，失踪去，我足烦恼，我毋才走来找看卖。无安尼啦，我留电话予你，你若有看到，伊先甲我联络好不好？好好好，啊，无你甲我留到即个机啊。麻烦你啊！好好好，多谢。拜拜。摕相片我看，迄哪会生到遐尼同款？拢是我想泛滥啊！既然无去注意到讲囡仔食歹巴肚，但是我较早发现，无你卡就袂遮尔啊严重啊。雅欣，你莫遮尔啊自责啦。
咱拢是头一届做人爸母的，有真侪物件需要学习吧。啊，是讲宝宝阁遮尔细汉，伊这药啊是要安怎食？头拄仔医生敢有讲？啊，头拄仔本来要问的啦，啊，不过伤过烦恼，煞袂记的。无紧啦，无我来问啦。护士小姐，歹势呢，啊这囡仔药啊到底是安怎食？啊，有啥物所在需要特别注意？多谢你，我知影。雅欣，囡仔我来抱啦，你抱遮久啊，手一定足酸的对吧？我来，爸爸抱我。快！看你抱爸爸这么熟手，平常时应该拢是你咧照顾了。无啦，啊，因为阮姊啊有一对双胞胎啦，我有替伊照顾过，所以我有顾囡仔的经验啦。看你对宝宝这么有耐心，而且吼，恁夫妻的感情又搁这么好，宝宝一定会健康快乐的大汉的。宝宝，你看，连护士小姐拢讲，希望咱一家三口会使好好过日子。你心内嘛是安尼想的对吧？对啊，子晴，你敢会当借我一寡钱？是安怎个？啊，就头拄出门时阵，我袂记早皮包还阁有锁匙啊。调个揣有机子嘛去度假，这两天袂转来，所以我才想讲要请人来陪锁。无，我袂转去啊。唔免啊，我家己处理就好啊。阿欣，你即马一个查某囡仔。带宝宝，宝宝这么个破病，我袂放心啦。你着我陪你转去，至少让我看你安尼平平安安入去厝内底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宝宝，妈妈答应让我送恁转去呢，你一定足欢喜的对吧？我先来开车。我着知这张明杰根本着袂交代，什么代志拢做袂好势。这款人阁有法度通做甲主任检察官，真正是台湾司法的不幸啊！即摆叶俊英走去啊，还阁有赏金要找伊的下落，恐惊真紧着去向发现。我看，我还是找当信任的征信社来处理好啊。妈，今仔日到底去什么所在？跟什么人接触？行车记录器一直拢记录。万一叶子受伤，不是意外，是妈指使的，我绝对要跟伊翻牌。俊英，妈今日发现俊英这么狂狂，到底想啥？跟我俊英失踪，跟妈有关的。瑞芳，是安那？你奈伫阮阿姨的车顶？是安尼啦，叶子发生意外受伤，我怀疑
是阮妈叫人去找的，所以我就想讲，彩姨的身体一如此，要得卡有什么线索？结果恁看，我发现啥？ 俊英呢？啊，不过伊人看起来，奈敢那怪怪，变啊敢那真落魄，而且精神状况敢那无讲介好。伊安尼，佫会当自由活动，行来行去的，是安怎袂佮出来跟人联络？我真确定伊就是俊英无唔对啊！我咧想，伊应该是发生甚物咱无了解的状况。 我看安尼好啊，咱伫遮来问阿姨，看这段行车记录器的影片到底是伫倒翕的，咱就当伫遮去现场找人。等我一下。你先坐下。你家己开我的车门，佮开我行车记录器。妈，甲韦博啥物无关系？ 伊拄好经过尔，想要摕你的车来备份钥匙，要看你的行车记录器。你到底怀疑我什么？你先咱变安尼做？我怀疑叶子发生意外，是想甲你有关系。结果所发现，你有去山区，而且迄个军营。 你是不知道知影俊英的什么所在？你有无俊英的行踪？到底是什么原因？我的行车记录器有翕到俊英，我哪拢无看。阿姨，田生公，你唔肯甲阮讲俊英伫什么所在嘛？无要紧，只要有这段行车记录器的影片，阮赶快会当找到这是什么所在。我是真正唔知影俊英人伫咧度。 我哪知影人伫咧度？我哪有可能爱开车过？我有看到，我阁毋去找伊。迄时有人敲电话讲，伫迄个山区遐拄着俊英，我毋才想讲去找看卖，结果找无人啊。我阁倒来阁敲电话讲，伫咧同一个所在有看到俊英，所以我即摆要赶紧去找看卖。妈，你讲个敢是真实的？你真正有骗我？我是骗你们创啥？若无恁甲我做伙去啊？ 人坐等都较好坐，我慢慢互你移东移西，我找啊遮辛苦，甲互你冤枉哦。无我看安尼好啊，瑞凤，你先甲阿姨去山区，我甲小兵先去接雅欣，咱伫山区会合，随时保持联络。 妈，我来开车了。 你甲我讲什么所在？ 瑞凤，你怎么跟他做微信连我呢？我记得妈妈写资料够失败。 这下去我爱好心，安尼处处提防我，怀疑我。我嘛无想要怀疑你，啊，我发现这样子代志，你跟阮怎想？妈，即摆甲咱两个人，许老实甲我讲好无？叶子去中央行，有人暗中在伊外内面藏物件，而且佫害伊参加出意外发生车祸，是毋是甲你有关系？六一八迄边。 知影囡仔是张明杰，你用心计较，伊毕业就落体，你就是无希望，伊就囡仔生下来对无？我根本都无做这款代志，你莫看到乌影就开枪好无？无唔对啊！我知影建英巴肚内囡仔唔是你的，我真无欢喜，伊好无想要让我家己的后生去替别人饲囝。 这个囡仔是张明杰的，我若想到志云以后有可能会替这个笨手生囝，我头壳就冒冷烧啊！啊你嘞？
你竟然去叫建英把这个囡仔生下来，你实在有够戆的你。阿母，你放心，不管我哪去，安哪无欢喜，我拢无叫人去做啥物。你若要怀疑，做你去怀疑啦。回伫你心肝内，早就无这妈妈。你只要有建英这太太，甲大房那边的人就有交啊嘛。我只不过是你失散几年，才阁找回来妈妈，甲亲夫人同款。好了妈，可真正不是你做的，你当作是我误会你，我跟你回信的。啊，不过我也怀疑你，不是无理由的，绝对无参照你所讲的，凊彩什么拢怪伊头壳顶。请你相信我，我比任何人我的希望，这代志跟你无关的。雅欣，阿宝宝，敢有去报户口啊？你莫误会啦，我安尼讲，唔是要甲你有啥物牵连啦。我是惊讲宝宝报户口的时阵，需要我一挂资料啦。若是需要我合作的时阵，你就甲我讲。我无希望，因为咱两人的关系，害宝宝无法度报户口啊。对啦。我囡仔看医生的钱，听你。雅欣，你无需要给我钱啦。你有当作是我对爸爸的心意啦。你若是坚持要给我钱，会让我感觉我无尽到一个做爸爸的责任的。心意是心意啦，啊，不过应该爱行李的，爱写行李。雅欣。安尼啊，咱两个已经无可能啊！你莫阁让我对你失望。雅欣，我真正知影我做唔对啊。刚刚做唔对的人，就永远拢无机会啊！就算是杀人犯，因为龙阿来出来了，嘛是会使重新做人。刚刚我做唔对的代志。比杀人放火更加严重，严重到你永远唔爱原谅我，严重到无法度让咱个囡仔一个完整个家。雅欣，我真正知我做唔对啊，我拜托你个，你敢阁会使给我一次机会，予咱重新开始？咱两个感情已经结束啊。算讲有一天，我会当将过去的伤害放袂记，不过迄嘛无代表讲咱就会当相爱。我嘛想过啊，之前我有生的时阵，啊，佮有囡仔当出世的时阵，我的情绪较激动，所以讲真侪话去伤害着你。我后来收拾话，确实对你无公平。所以以后，我会予你看囡仔，啊，不过上侪嘛安尼尔，其他的代志，请你莫逼我，我无希望咱的朋友都无法度做。雅欣，雅欣，雅欣，好消息，俊英伊还佫活嘞，而且我嘛有找到伊的消息啦。伊好像就是伫个山区，有人发现伊，打电话予干妈。干妈去找伊的时阵，有遇到俊英的下落。即马干妈还佮瑞丰因挂过啊，咱嘛赶紧过去。希望你会当第一时间看到俊英哥。我就知影俊英一定佮我嘞，一定袂遮尔简单就离开阮的。是啦，我看你即马吼，赶紧甲阮去山区甲瑞丰会合，做伙找俊英。因为俊英的状况看起来无讲介好，我想伊若看到你了后，一定会足欢喜。好。雅欣。
囡仔我来顾就好啊，你赶紧过去。我相信俊英嘛真想要看到你。好，那恁就麻烦你啊。微波小兵，咱紧来去。微爸，是我，你今晚人伫倒？你确定你看到的是这个人？我唔对啦，啊，我看对车无去啊，啊，才到刚这条路尔，我看差不多远啦。多谢你哦。没啦没啦。妈，阿去找君。等一下，微博跟小兵哪边来的？恁即摆走去，唔等下来找无人要安怎？而且我冇通知志云跟明杰啊，应该连面就搞啊啦。啊，人侪较好找嘛。哎呀妈，老太太讲刚迄条路尔，咱去找就好了，免等伊啦。伊来啊啦。明姐，你是安怎？那你行到这么慢？啊，无啦，啊就卡定啦，无要紧啦。今麦上吊的是啦，我应该最紧做出来，较要紧啦。你来啊！啊，恁拢到啊？现在微博因到这未到啊？敢会找个所在啊？我看着你看来。瑞峰。安怎？俊英下落无？拄则，伊个老太太讲啦，俊英往迄条路行去啊。我想，咱用迄条路找，一定找到俊英的。啊，不过我感觉无啥乐观呢。拄迄老太太看到俊英的时阵，到即马拢已经过六点钟啊，嘛唔知俊英到底迄条路的无？啊，无安尼啦。我甲志云还佮明姐，我往遐去找，啊，恁找另外一边，大家分头找，吼。妈，唔免啦，我想俊英哦，无理由反头行其他的路，咱做去找。是啊，而且讲，卡叔讲俊英若有受伤，一定行袂远，咱即马赶紧去找，应该找有。嗯，报唔着，行。你到底是安怎哈？今拄只走路都怪怪。啊，无啦，啊着无说你跋倒，脚咧疼，所以啊，我走路较慢，无紧啊。紧的啦。明姐，爱我甲你扶无？咱赶紧对好条，一定要找到俊英哥。无紧啦，你先去啊。那条很久啊，过咧停啊！哎，等一下，一定要去病院看卖啊！真是倒霉啊！咱拢无看到啦！已经遐久啊，拢无看到俊英哥的形影，敢会是中途转位牌的方向啊？应该袂啦，咱一路行来，确实到这条路，俊英应该过来这条路的。
阿信，你是不是真忝啊？你要等伊休困无啦？伊拄生个囡仔，体力未恢复，我看伊先转去啦。唔免啊，我无代志，阮继续找。阿信，你莫阁多强啊！原本想讲真紧就会当找着俊英哥，才会找伊做伙过来。即马已经行遐尼远啊！我想哦，你为着要照顾宝宝，拢无法度好好休困，你还保留体力呢。啊，若无按时无法度好好照顾宝宝，是变哪？总算啊，还挺能来休困啊！那就搁行落去啊，我真正会吊死的。叫我的名字，你来等我，俊逸。这声音听起来足熟，敢是我熟悉的人？是因，你们来抓我，我袂当让因抓转关，我袂当让抓转去。面色这歹，紧，打电话去救护车。哦，微波，你先回去啦，这边我来处理。行。叶俊逸，你哪里家？你一个人吗？敢有其他人伫你身躯边？你嘛熟悉我，啊你是谁啊？我唔捌你啊。你怎会是伫讲啥？我谢子琪啊，敢讲你袂记我？我唔知，我啥物都记唔起。不过你莫糊涂啊，拜托，紧带我入救护车，紧嘞！叶俊，你这嘛是你惊啥？有派人你家你聊看。对，我去用关起。有三个人讲是我亲人，啊，不过我唔捌伊，我嘛唔知伊把我关起来创啥。我真无敢来走出来，拜托，紧带我入救护车啦。原来这段期间你是去用关起来，所以厝内底的人才找无你。叶俊英看开，是失去记忆。所以连我都陪你呢。拜托，紧坐好你几只，伊得要掠过来。好，你对我来，我找你安全所在。
台车敢那是子琪的。还袂看清楚，车就驶去啊！敢毋只尔拄好？民调吼，大幅领先孙建廷，我相信吼，只要安尼继续落去，无出什么差错，你一定会当顺利当选市长。嗯，虽然讲即摆状况对咱有利，也毋过哦，咱继续加油，坚持到最后。无唔对，一定要坚持到最后。想袂到较早，我这个表小妹这么仔囡仔性，即摆竟然会当变作是一个独当一面的女强人。我相信啊，卡斯瓦古能够滴耶，一定会就替你感觉得骄傲。了解，我伫瓦人的面头前是一个女强人，也毋过我伫你的面头前，永远是你毋捌代志的小表妹。多谢你一直陪伫我身躯边，照顾我，鼓励我，现在就多谢你。傻瓜。说什么多谢？你今日所有的一切，拢是你家己努力来的。你永远拢是我一个囡仔时，也搁有吃饱代志表兄。好啦，等选举选了，恁要安怎不安怎，咱拢会用的。也毋过即马时间要白有啊，紧就车啦。加油！各位乡亲时代，大家好！今仔日市长候选人陈佩芳亲身来到现场，来甲大家请安问好。选市长，就要选真正有能力、有用心咧做代志的市长候选人陈佩芳。陈佩芳，市长招呼陈佩芳，市政建设好佩芳。陈佩芳，动算！陈佩芳，动算！陈佩芳。你应该知影我是谁吼？知影，什么代志？我是要甲你提醒，我交代你做的代志，你一定要办好势，而且你一定要暗中做，绝对袂当叫人发现，知影无？要暗中做，你进前就无讲清楚。奇怪，跑我声那敢是啥？有人过身，四小姐着伤啊！金三明，进来！进来！金三明，金三明！啊！啊！谢谢谢谢！啊！金三明表姐着伤，这！哇！哎哎！哇！这声害啊啦！动静票、甲分开票拢吹出来啊！啊！规个拢倒去金三明那边去啊！哦，你是安那啦？什么步骤唔出去出这个阿婆？我看你唔免选啦啦！你是讲啥啦？不是我做的啦！你甲我看啥？都真正不是我做的啊！
你千万唔通代志，我拜托你莫再我一个人，我不管，你一定要放下，你一定要放下。张书记，好，我处理。爱顾上心妈，四小姐一定好起来。一定是因为选举的关系，迄个人的目标一定是我，是我害表姐。到底是啥？到底是啥安尼做的？是不是孙建廷？是不是安尼做的？虽然咱今麦还阁唔知影到底啥物人做的，但无过这个凶手，伫个大众面头前开枪，这对孙建廷无好处。我想，伊应该无遮尼狂才对。你放心啦，我已经才瞬间知道啥讲，伊一定会把真正凶手抓出来。好。对啦，小婷今麦伫个搁外出差，表姐小小的代志，若是知影，伊一定就伤心就艰苦的。这件代志，敢会甲小婷讲？我看，咱也是等四小姐开刀开好，啊，看情形安怎。再来决定是毋是爱甲小婷讲，即马若是讲哦，嘛是要伊加烦恼尔，你烦恼。啊，无你是无代无志，走来病院要创啥？你应该袂想讲，我即摆媒体记者朋友拢在遮，啊，你要顺续来做啥？哇！你料准我头壳歹去哦。即摆方世尧受重伤嘞，在即种人命关天的时阵，可以讲选举，我是出门引起选民反感是无？哦，你搁知影这个代志严重性？方世尧受伤哦，嫌疑上爱担的就是。啊！你搁走来遮斗老来要创啥啦？就是因为安尼，我才袂当躲避。啊！即摆大家心内一定拢会怀疑我。我若是无站出来讲个清楚，唔就等于是默认。我一定要第一时间过来面对，甲大家心内疑问吼透开。丁青这个代志甲我无关系，啊，搁有，我表达对方世尧的关心，我得尽量表现吼甲大家同款的立场，安尼大家才袂怀疑我。你安尼讲嘛是有理，是讲讲嘛咧奇怪呢。方世尧受伤哦，金佩芳的转情点都有帮助呢。你应该袂戆到去对方世尧下手，唔才对。到底是谁在咧乱啊？啊！敢会是方世尧本来就有冤仇人，伊根本就是想要治伊的命。哎，我比任何人哦，搁较想要知影这到底是谁做的。啊，不过即摆哦，我一定要先去关心方世尧甲金佩芳，予大家相信这一切拢甲我完全无关系哦。多谢恁帮阮入来做采访，请问即马本院长的状况如何？本院长即马还阁伫急救，情况也无清楚。阮请记者朋友来，都是希望讲会当伫第一时间，予社会大众知影本院长受伤到偌严重，请大家一定要谴责暴力，发挥大众的社会良心，呼吁当局的凶手出面投案，选举。应该是一个公开、公平的行为，不应该有任何的选举暴力，更加不应该有任何人受伤。可袂当请金董事长说明当时的状况。歹势，金董事长去予头拄仔一件惊着啊，请大家为一点仔时间回复一下。即卖现场警方已经开始调查，伊卖去了。案发现场的监视器画面还有行车记录器，各位若是有这方面的问题，会当去请教警方。警长，林彩玉，我是过来关心方院长，今麦状况安怎？免阁搬戏啊！孙建廷，阮表姐是安怎受伤，你应该真清楚。假使讲你拄仔好知影凶手是啥物人，
拜托你，斗三工检举，还阮表姐一个公道。我若是知影是谁做的，我一定在第一时间向警方检举，让大家清楚对方动手伊的动机还阁有目的是啥。各位，我的竞选对手金董事长，伊上重要的助手，嘛是伊的表姐方思瑶方院长，发生警方不幸的代志，我本人感觉非常危险。我想各位嘛一定在怀疑，这代志是不是跟我有关系？我伫遮会当非常的肯定，甲大家讲，这代志绝对唔是我做的。我谴责暴力的立场，甲各位拢是同款的。我嘛非常关心方院长伊的安危，伊是医界杰出人才，嘛是一位真难得的好医生。我拢真希望伊当平安无代志。我本人伫遮表达我上深的祝福，祈求方院长当平安度过一关。孙建廷，你恐怖的死了！外公，你莫好骗骗，我死也无效果。你利用这款卑鄙下流的手段，搁甲带来遮，假做什么代志跟你无关系？卖伫遐闹话，假是假有心无？总会做，我每天记者拢在遮，他连一边安尼拍盲目。总会做，我要讲的，拄则拢已经讲，我无可能会做这款这么无聊、这么幼稚的代志。选举，选举，不应该因为安尼，就来伤害宝贵的生命。即马救人上重要，莫阁提起选举的代志。甚至我建议延期投票，因为发生这款案件，嘛影响着选情。延期投票，或者案件真慢到一个阶段，然后社会大众的恐慌会当降低，然后咱才来投票。这才是合理的做法。哼，莫讲到这尔好听啦！你无选举的考量，这鬼才要相信。即摆倒伫内底是方思瑶，若是出代志是平平，平平若真正死啊，你就会当顺利当选啊。万一金美芳若真正发生这款的不幸，我想选举应该嘛会停止才对。惠丽，我甲你讲啦。我是无可能会做这么戆的代志。风抓到才是风，无风抓到，我会安怎还阁唔知？啊！你正经为着财产，陈总裁你拢敢害啊？你即款为着利益，你有啥物代志做袂出来？好啊！我即摆顺你拄仔所讲的话，你无这么戆，你为着选举做出这款手段，难道我借问一下，你黄英丽，伊是戆到白白怎啊？那是这件代志是指数的。你嘛有牵连，莫讲遐济啦，跟我来警察局讲个清楚。走，哎，钟会泽，赶紧进来。即马检调单位，若是怀疑孙建廷，一定会传伊去调查。也毋过即马代志还袂查位才来，无证无据，你叫孙建廷去警察局讲个清楚，你是要叫伊讲啥讲个清楚？各位明天申请。孙建廷先生绝对甲这件代志无任何的关联。假使讲检调单位，若是希望孙建廷先生配合调查，我一定会全力配合。我嘛希望检调单位赶紧抓到凶手，让这件代志会当真相大白，安尼嘛会还予孙建廷先生一个清白。今仔日阮会来，真正是以朋友的立场来关心冯院长。即卖人命关天伫哩。阮希望彭院长会当平安无代志，请各位唔通把这件代志甲选举牵做伙讲。多谢大家。孙建廷，上个唔是你，我老婆绝对爱你付出的。孙建廷先生，你敢有把唔是你的支持者做诶？我相信我的支持者拢是真理性、真和平，应该袂做出这么激烈违法。假使我的支持者若真正做出失去理智的代志，我嘛会站在法律还有人情这边，予伊谴责。那安尼，你对彭院长受伤有啥物看法？你敢真正会当百分之百向社会大众保证讲案情甲你无关系？我敢保证，嘛敢去庙酒庄。
啊，不过哦，这拢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希望大家做伙来为方院长集气，让伊会当平安脱险。啊，剩的代志就等伊进行了，再过来讨论。目前方思耀院长仍在紧急抢救中，尚未脱离险境。选举软红造成社会大众普遍观感不佳。刚才访问到的民众都认为竞选对手孙建廷脱离不了关系，也都表示如果明天就要选举，一定会将选票投给金佩芳。这起暴力事件看来为选情带来决定性的影响。啊！哦，恁男朋友怎么这么戆啊？竟然在公共场合做这款代志！我是叫伊去暗中对付金佩芳，我伊是听无。这只孙建廷直接叫我害死啊！你也无讲清楚，你只是讲要嫁是金佩芳，你也无讲要安怎嫁是伊啊？这嘛落去嫁是对啊，你搁伫遐嫌东嫌西。啊，即摆选情状况安怎？安怎？我看哦，我根本连选都唔免选，唔知是谁哦，雄雄阿母即出的，害我之前所有努力哦，拢白了工啦，我真正叫害死。敢会是你做的？你定定讲要甲我斗三工，啊，顶边的柯展玉的代志。嘛是你出的主意哦，这看起来应该是你会做的代志。你老实跟我讲，是不是你搁自作聪明，想这款后步来抢我后卡啊？我无啦，我哪有可能这么戆做这款代志？我真正无啦。哦，真嘛安尼哦，啊金佩芳一边。一定会加出真侪同情票，我已经公开咒诅啊，会甲警方配合，找到凶手来证明我的清白，安尼才会当洗清我的嫌疑。哎，还是讲哦，假使我这边若先抓到凶手，安尼对我的形象一定会有真大的帮助。对啦，你今仔赶紧找到凶手，安尼哦，予遐凶手认罪，你就无代志啊。喂，大师，是我。你即摆哦叫乌白两道的人哦，想办法追查凶手，查破这个代志到底是怎样。那有啥物消息嘛？随便讲，知影。嘿嘿，袂啦，你赶紧替我男朋友求情啊！求啥物情啊？我若是替伊求情哦，就等于承认讲是我叫伊做的。我嘛就是你叫我去做的啊！是恁男朋友家己大主大义乌白来的呢。我叫伊见过金佩芳，我无叫伊开枪啊！这么代志不干呢，我真正会去用气死呢！我搁给你男朋友这么侪钱，我跟你讲啊，叫你男朋友啊，把我的钱拢还我！啊，是你家己无把话讲清楚啊！这么干呐，挂伊是有啥物路用？啊，万一去给人查到，我大家拢出代志，稳死的啦！哎呦！提起你男朋友啦，叫伊哦暂时离开台湾一段时间，等风声过了后才回来。啊，若无我若是真正去抓到，就害了。啊，这么少，这钱买一张机票，啊，就去一半，啊，你想要怎咯？啊，这嘛跟差不多。大师，小兵，这啦，小兵阿伟伯嘞？啊，我陪阿星起来接爸爸啦，楼卡无停车位，所以伟伯伫个楼卡等。
这里。子琪，多谢你替我照顾囡仔。别这么客气啊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而且我带宝宝去病院，给爸还有阿妈看的时候，他们都很欢喜的呢。还说有时间要找你吃饭。对啊，子琪。你敢一直都踮在病院？当然啊。是安怎哟？无啦，因为我在山区的时阵，刚才看到你的车。应该是我看唔到。这边有可能啊，我一直伫咧病院啊，无得靠你是看到甲我同款的车。啊对啦，啊恁后来敢有找到俊英？虽然讲无找到俊英的人，啊，不过有人看伊出现伫遐，至少证明俊英搁活咧。可是俊英哥还搁活咧，是安怎伊不爱回来？爸爸，你们烦恼吼，妈咪一定会继续找你的俊英爸爸，伊一定真紧就会当回来。雅欣，你莫这么艰苦啦，你一定要好好保重你家己的身体。假使这段期间你若是需要斗三工的所在，你一定要跟我讲，我会使替你照顾囡仔。而且我嘛相信。叶俊英一定回来你的身躯边，你莫阁伤心好不好？子琪，你厝内底还阁有其他人？应该是阮爸啦，爸伫咧房间睏，可能是无细里去弄着物件，我较等看卖。俊英若是出来就害啊！外婆，毋是阁伫楼骹等你？恁先落去啦，紧带囡仔回去休困。那呢，多谢你，我着先来走。我送你。拜拜。俊，你来走啥？歹势啦，我拄则咧。放相片时阵，无小心甲用咱个涂骹拍去啊！是啊，啊这相片顶个迄个查某，敢是恁某？我看到这张相片时阵，有一款足熟悉的感觉呢。我应该嘛捌伊，对无？俊英，先坐啦。无唔对啊！相片内底这个查某囡仔，伊是你的好朋友，伊叫做李雅欣。之前我甲伊是阿母，啊，不过后来因为一挂原因，阮两个离婚啊。离婚？啊，恁是发生什么代志？这拢爱怪我啦！我犯着婚姻当中上严重的错误，就是我伫外口有小三。雅欣真正有够伤心艰苦的，所以伊毋才离开我。我真正感觉足后悔，我即马甲迄个小三嘛已经离婚啊。我知影雅欣无可能遮尔紧就原谅我，所以毋管用啥物方法，我拢一定要证明我已经忏悔啊，我做毋对啊，我要甲重新录转来，毋管爱用偌久的时间，我拢心甘情愿。罗教授，即马状况安怎？咱个精神啊，医生检查过，嘛无啥物要紧，拄只要上灯休困啊。这罗元凯哦，佫真正无情无义的，饲伊三十几年的爸爸，互伊母家出代志，即马出院啊，竟然连关心拢无啦。罗元凯是一只小狗，啥物人敢动伊，伊就咬啥物人，亲戚老爸人同款啦。即马罗教授说一个证据，落伫个罗元凯的手头。一定会利用这点来威胁伊，绝对袂这么简单就放弃。所以咱一定要搞袂注意，赶紧定好条，安尼才有机会把罗高雄生一个证据套上来。孙姐，若是这点哦，你放心啦。在女伫备案中调查，
罗高雄害我丈夫的代志，一定会伫三天的限期内找出证据的。不过我感觉陈玉这两天无啥正常。然后，你敢有感觉陈玉这两天怪怪？伊是毋是一定摕到证据，啊？不过无收的好。应该是无吧？哎，陈玉知影代志的严重性，伊若是有证据哦，一定会来你讲的啦。是讲，你哪安尼问啊？这段时间，罗高雄对展玉真好，所以我惊展玉的感情用事，就算讲摕到证据，也不忍心好啊。好，麻烦你，替我加注意一下。若是跟我想的同款，我麻烦你，好劝展玉，免得我这件代志愈来愈麻烦。好啦，无问题，我会特别注意。若无什么代志，我先来走啊。这昏倒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哈？啊，无恁到底是安怎？奶奶点点无要应我，恁嘛甲我讲一声，阮敏姐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恁甲我讲好无？到底是安怎啦？假如你相信张明杰的家属。才有一份手术同意书，麻烦你签。医生，我就是张明杰的妈妈。我后生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，都要开刀动手术的哈？是安尼，患者因为下体受到撞击，严重内出血，佮错过黄金治疗时机，造成细胞组织缺血，又萎缩坏死，所以必须要开刀切除坏死的睾丸，要不然生命会有危险。哪里？哪里？我后生，应都无法度死哦，啊！坏死的部分很大，手术之后可能会影响生命，不孕的几率会高达95%。我以为，我以为安尼是，我后生伊无老有事嘞，伊要来咧动这手术。绝对袂用的，袂用的。你这哪会伤到这严重啊？妈，拢是你啦，阿姨拢受伤啊，你搁跟我去找军英哥。一定是因为安尼，才会耽误着治疗黄金时机。阿舅妈变成安尼是要安怎？你即摆讲这有啥物路用？当然嘛是救人较要紧啊。你是林杰太太，你甲董医生签签名，好医生给你开刀。不用嘞，不用这。林杰脚踏无老有事的，这董医生若签落去，林杰有真实也袂死。你丢家就爱全家全孙，绝对袂去签的，袂去签的，我无要签，我无同意。你都搁无听医生咧讲，伊也无紧动手术，明姐就性命危险。虽然开刀了剩5%，啊，不过嘛不是完全未死啊。啊，不过你也知影，即摆若无开刀，明姐就一定会死。到时阵你搁想要有啥物后事？我已经告诉，要签唔签是在你。妈，为着要救明姐。你手术同意书给我好不好？妈，妈，我拜托你好不好？你是麻烦你啊。
你回家再，我来找医生。赛丽哦，赛丽，赛丽，来，心姐，心姐，敏姐，敏姐，敏姐，家属张明杰真正袂用生，伊是巴肚内个囡仔，变成张家伟的后悔。家属张明杰知影这件代志，唔知够用什么方法把囡仔抢回去。代志那愈来愈复杂了，我是变来解决这件代志，保护叶子。你来做伙来，我来看彭院长，啊，拄啊伫咧门口拄到罗总裁，所以就做伙过来。哦，贝贝啊，啊，彭院长手术了安怎？真顺利，也毋过还未度过危险期，这两天是关键。我嘛真正足希望表姐会当赶紧试看。请等下，罗总裁。真感恩呢，啊，让恁安尼半工行这逝，来病院看私药。郭太太，你们真客气啦。啊，你甲佩佩、甲展宇，拢对我这么好，这么听话，啊，拢把我当作袂输敢家己亲人同款呢。坦白讲，我本来就感激你。啊，私药又果是佩佩表姐，啊，讲起来拢一家伙啊。啊，伊即摆发生这种意外，我当然嘛赶紧来看伊。佩佩啊，你也较坚强的，我相信彭院长一定会平安无代志。而且，这件事件你应该讲是因祸得福。放心，这边市长选举是稳定的。拢是因为选市长，表姐才会倒伫咧遮，因为选举。害我的亲人受伤，就算讲选调又搁安怎？妈，我想要退选，我要照顾表姐，你讲好不？佩佩，你敢袂搁考虑一下？阮毋是无顾念着彭院长，但我认为。这届这尼啊严重的枪击事件，会发生伫咧选举前，是天公伯咧给你机会。我相信，因为这摆事件，原本就支持你遐个选民，一定会对你抱着更加坚定支持你的心。连中间选民嘛会同情你，甚至连对方的票嘛有可能我都吸收过来。你的民调，你的声势，一定会提高足济。人家讲是稳调的呀，啊，你安尼就放弃，敢袂伤过怕算？佩佩，坦白讲啊，子丹讲的真有道理哦。你若咧这时阵说放弃来退选，迄定是中人的计，迄顺着歹人的意呢。我无好多管遮济啦，伊个人哦，若是欢喜，就让伊去欢喜啊。我真正无希望。讲因为选举发生这款的代志，即便是表姐，后一个会想，我真正唔敢冒险，我真正无希望因为选举的代志，让任何我爱的人搁受到伤害。啊，唔过佩佩，请等下，唔免搁苛恨阮佩佩啊啦，我嘛同款吼。支持佩佩决定啊！不过佩佩今物若退选，咱进前所开的金钱、所做的努力、所做的打拼，都拢乌有去啊！一切拢白了工啊！而且佩佩是要哪对支持伊遐选民交代？你讲了无唔对啦！足歹势，互恁斗三工，大家拢做白工的。
不过，我有理解到阮皮皮伊即摆想法，你甲看卖咧，身躯边的亲人，一个一个拢离开阮啦。世间哦，还佫有甚物代志比亲人较重要？是啦，我相信这方世宏的真心，一定嘛会支持皮皮的决定。我替你抓到一只大鸟去。柯展玉，展玉啊，这礼拜以来你若是无法度摕到罗高强犯罪的证据，而且我伫个林部的处下，一定要带去龙安来。一礼拜？无啊，哪会何勇变到这尼安呐？有精彩吗？是，我你要做啥？乖乖缀我行就对啊。柯展玉，你反背我？歹势，我出去一下，你这两天到我交过会见。我看，开始，唔免忙，对我来，哦。我本来抓住你接近我，那是因为你看不惯是罗元凯了，畏畏三座，结果你是检察官，安排了我身躯边的卧底。我是国际刑警，叶君英就是林部长，家的雅萍也当中最近。叶君英今麦人到底有多？我是人起来看路，人讲像我着做啥？是啥？是毋是上面来这只人？我把你当作外星人共款呢，竟然是害死我的人！张明杰，可能无得生啊！俺们的表示今天把肚内面迄个囡仔是张明杰唯一不得。叶千玉，把肚内面的囡仔真正是我。我永远袂阁看到你啊！动手！一顶山地怨叹，风伊无带雨来，拍打的心对一段孤单的手，幸福等无人。敢讲好天好日在叫我。Thank you.